世间一切喧嚣，终归寂静沉沦。你们看起来好像很热的样子。冻结一切的暴风雪啊，将万物凝结成冰。想要阻止我，那尽管试试。世间一切喧嚣，终归寂静沉沦。罗刹街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感觉阴森森的。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？我包里好像有小手电。这是什么？你们是谁啊？小的们，他说我们在拍电影。看来不是。真的要完了。谁来救救我呀？别过来。在罗刹街也敢放肆，胆子不小啊。谁在装神弄鬼？你们是谁？连这里的镇魂将都不认识，也敢在这里撒野？哼，竟然在我的地盘撒野！镇魂将不值一提，大言不惭。我要拿出真本事了！这亘古巨蟒已经与我融为一体，这条镇魂街……镇魂将之所以强大的原因，你还不是很了解啊？徐楚，你等很久了吧？见识一下虎吃徐楚的威严吧！我就不信能拿我怎么样。
这条镇魂街由我说了算。这笔账我们下次再算。唉，清理不完的恶灵真是头疼。这就是镇魂将的职责啊。这个姐姐是谁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。这就奇怪了，寻常人是无法到镇魂街的呀。哎，等等，我怎么感觉这么眼熟？是你哥，你认识他？哎，说来话长。今天来了好多客人啊。不值一提的恶灵。这里风大，回宅子说吧。